我作为一个每天在 B 站会逛5个小时的人来说，哦，你每天真的会逛 B 站逛5个小时？差不多4-5个小时。哦。小金刚跳这个歌就是无敌的存在，这首歌挺适合他的，纯意料之外，稳了稳了稳了。平时会比较看一些动漫一些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宅的一些东西，当时就想呢还是得保留一些宅舞的那个原汁原味的一些某一些东西在里面。小金刚他是点睛之笔，是奇兵。我们几个排的速度贼快，这个过程是很享受且舒服的。我们也不是排舞，还是挺欢乐的。3, 4, 4, 4, 4, 4, 5 I like it. I'm very humorous. I like how you used Jin Gang. 我当下就是前所未有的，就充满力量，然后充满激情的感觉。这一轮是场死战啊，因为我觉得他们队很强。他们人数上就是比我们会有优势，不管是从队形还是从编排上。那但是他们没有女生。好，既然我作为一个女生，三个男生，那能发生什么呢？那就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故事了。When I hear the music, I just feel the feeling like school feeling, like high energy. I want the world. I want to kill everything. I want to win.And maybe we can try to find a good, like, small story, like, add into us. 学校爱情故事。一听这首歌就说了嘛，热血燃青春，我们一定要穿一身校服，尽量的把一些狗血、一些抓马和一些搞笑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了，就不只要燃，但是燃的要很好玩、很搞笑。他们有很多小巧思在里面。整体的框架结构是非常好的，就我觉得很不错。We worked out about it. I know the quality of the group, and yeah, now let's focus for the next, and let's win it. 哎 ，Let's go, we won.
因为脱裤了，你睡的是脱裤。The best show for the opening. Shout out to King Kong because I saw him in front all of the time. He's just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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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specially the ending part.It was crazy to watch. 本来这首歌就宅舞，他们最后那个直接把那个衣服撕开，里面就穿一个宅男的衣服跳宅舞，我就感觉自己被带进去了，就整个场子燃起来了。当皮卡丘出现那一瞬间和音乐棒出现那一瞬间，整体的氛围、能量，还有趴与趴的衔接，还有道具的运用，整个感觉就是 perfect。谢谢真正典范战队。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恒星制造战队。DJ Jazz B。Wow! That was good.